长，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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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呢？请副座帮我们说一下朝后职业赌场的这个案件的说明。那春节期前我们要加强来扫荡这个职业大赌场。啊，目前有接获到深港地区有一处工厂疑似有赌博的情势。那我们在1月12号我们有持搜索票展开攻坚，我查获到乙姓男子涉嫌经营俗称天九牌的职业大赌场，现场有查获到负责人、保丰、赌客共计30人，查获到赌金及赌抽头金，新台币60000余元，并查扣监视器及相关的赌博的证物。那这李姓嫌犯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选在偏僻的巷弄的工厂内当据点。那这一点我们查获后，我们将李姓嫌疑人及保丰等3人移送彰化地检署来侦办。另外赌客27人，我们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依法裁处。那对于赌博的场所，我们依第三方检证就该铁皮屋的违建的部分报请监管单位来依法拆除。那春节将到来为遏止职业赌场的流窜我们在加强重要节日的安全维的工作的部分，我们势必有强势的取缔作为。那赌博容易使自己深陷的财务的危机，也希望民众能够多从事正当的活动，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处罚。都稳住掉，稳住掉。